星光大道走出的平民女高音周艳，音乐才子刘大成做客新笑林，拍摄现场周艳因何惊呼出错瞠目结舌。刘大成街头被索要天价钱财，究竟为何？每一个字儿我已经给你拆开了，你截出来就是钱。全能明星大秀才艺，带来极致的爆笑体验。好，谢谢各位，谢谢电视机前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新笑林，欢迎您的光临，我是主持人王旭，我是露露，大家晚上好。咱们马上就请出我们的嘉宾，这个快乐的嘉宾呢，说起来跟我有一定的渊源。啊，怎么个渊源？因为我们都是犯一个字儿的，都是犯财字儿的，你知道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今天来了两位嘉宾，一男一女，啊、女的是才女，哦、男的呢是才子。那你呢？这么多年你不了解我吗？你是财迷呀、啊！可笑不可笑？多照相啊！你跟我也差不多，我是裁缝，是吧？首先，就请出我们今天这位才女，著名的歌手周艳，有请。有请。嗨，大家好，欢迎周艳，欢迎。哇，厉害吧？周艳不但那歌唱得好，一拿这个娃娃，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对呀、啊。简单给我们示范一下。简单的示范一下，说几句话。大家好，见到您很高兴，谢谢。我的天，他嘴一点都没动哎！啊，这个很厉害，最厉害的。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掌声鼓励。我的天，男生也能发。但是我觉着哈，光说话就不算厉害。周艳最厉害的是呢，能用腹语唱歌。真的，来来来来，现场演绎一下。好，来给大家唱一个。好的，好的。哎呦，真好！准备好了，滴滴哦，我滴滴哦，我滴滴滴哦，滴滴哦，我滴滴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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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让嘴不动的情况下唱得这么好，发音这么完整，好厉害啊！好厉害，好厉害！今天周艳呢，在我们这儿不仅仅哈，一会儿要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而且在外景任务完成的过程当中呢，还要给我们带来一个真实的周艳。好，一起来欢迎一下周艳。有请落座，谢谢。有请周艳，有请。哎。所以说叫才女一点都不为过啊，真的是多才多艺。接下来这个才子啊，他的歌声一响起来之后呢，马上就有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很励志的人。真的，嗯，那我们就在歌声当中欢迎他，好不好？来，我们热烈掌声有请刘大成，有请。你从天而降，为大地而生，与草原共舞，与人们同行，昂首向蓝天，脚踏着祥云，驰骋沙场，你承载着使命，你纵横天下，豪迈地奔腾，一声长笑把大地唤醒，马背上留下英雄的身影，你的琴声人们世代传颂，神马在天空与日夜同行，你的足迹丈量着江山大地，说是说笑是笑，不说不笑不热闹啊。那现在呢，一段快乐的时光就开始了。好，
外景片很精彩，是，但是对于嘉宾来说，我们要亘古不变的说那句话，对于人家来说是一种折磨呀。没错，尤其我觉得对于周燕来说哈，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头。今天在化妆间，我可以说周燕哈，可以可以。看着周燕的时候，周燕说：“哎呀，你们两个是主持人，你们那个节目啊，还挺坑人的。”我说：“怎么坑人了？我3-4天没缓过劲儿来。”周燕，你说的对吧？是吧？我这是好几天我还没过来呢。那他到底受什么折磨了？到底干什么一样事情了呢？来，马上看周燕的外景片，一起来看。准备怎么样，沙老师？好了，可以是吧？可以。颜色都调好了是吧？好了。我们一会儿的还有其他那些机位都不好了吗？好了。OK。小超，你准备怎么样？准备好了。你那块特别重要。OK， 没问题。你一定要 hold 住啊。对的。那个周燕老师到了，马上就到了。行，那你过去先安抚他一下。好。然后等会儿再把他带进来啊，我们这块布置一下。嗯。大家觉不觉得今天的小妹有点特别特别有范儿呢啊？以前的时候大家是主持人小黑，那今天呢，请叫我黑导。当然，这一切的布置都是为了迎接我们今天的星光大道的一位超级大咖，叫做周燕啊。听说她又会美声，又会腹语，又会民生，样样精通。但是，甭管你有多样样精通，来到我们新校里，你依旧得小心翼翼。谢谢，你好，哇，在电视上看到你和本人很不一样，嘴比较近啊，对，因为我那个在电视上您唱的歌我都知道，就都特别火爆。是这样，燕姐，我们就是为了让嘉宾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就是在表演体系里面，就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有个东西叫什么？叫解放天性。解放天性，这可是我们新校联为周燕专门设计的一颗烟雾袋，可以让她放松警惕，神不知鬼不觉的走到我们给她安排的情境当中。周燕，你就等着接招吧。现在就换一个角色，我们来一个。小朋友，现在你就是5-6岁的周燕小朋友啦。哎呀，这个立刻进入角色，哎，特别好。有一个儿歌，叫数鸭子，我唱一句，你唱一句，你主要是来模仿我的动作，哦。门前大桥下，有过一起呀。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对，就快点，2-4-6-7-8，对，2-4-6-7-8，然后那个这个一定要敲开，哥，不对，是这样，就屁股撅起来，这样，龟呱来的，龟呱，真呀真好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掌声！你这还上手吗？对，燕姐挺好的，你自己来一遍。你自己来一遍。大家好，我叫周燕，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数鸭鸭。怎么唱呀？你知道吗？你最开始超级有范儿的，结果又唱的时候找门前大桥下，对，你的表演的。门前大桥下有过一起呀，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咕咕呱咕呱，什么？真呀真呀真多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哎呀，有的时候嘉宾呢，他的表现往往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是吧？我们当初设计这段词的时候呢，是想给周燕解放天性，觉得他可能是会内敛一点，对，内敛一点，所以难为难为他，给他弄点小孩的东西解放天性。这个节目真的，我回去以后连做2天噩梦。没有，其实我觉得这段非常好，非常简单。这段如果说让大成在这儿，你看挺大老爷们儿哈，然后你这样的可能会别扭点，但是对于你来说，哎，我跟你讲，那也未必。怎么了？没准人家大成到这咔咔小鸭子一上，相当可以。大成，你大成你试试，来，小鸭子，来小鸭子一下，来，大家鼓励一下大成。就是，哎，你这样，你就把我当成你闺女或者是你儿子，然后你教我，我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这我叫闺女也不行啊，这就是爸爸。哎呦，这我真不好意思啊。爸爸
我要听你唱歌。那不好，可以唱个唱个数鸭子好不好？行，来吧。哎呀我，哎呀我妈哪去了？我妈呀？啊，妈在那儿呢。妈在这儿呢。啊，妈你唱吧。门啊我，门前大桥下。爸爸不要这样的，你唱的像大灰狼一样，要像小绵羊一样唱。门前大桥下有个一去呀、啊。刘爸爸真是一个好爸爸，掌声送给刘爸爸。谢谢，谢谢大成，谢谢。哎呦，我没想到哈，这样一个五尺高的汉子，然后召集小孩来哄孩子，都是这么的合格。啊、所以我觉得周燕你有点夸张，就这么点小事儿，你三四天没缓过劲儿了，这不可能。对呀、啊。不是，你那个后面还有一段儿，那段儿让就很折磨人对。哦，这只是个续篇，对不对？说实话，那个周燕，其实这个模仿孩子，或者让你就是嗲声嗲气的那个，我觉得对于你来说都不是难事，对吧？不是我的性格吧，有点那个，我觉得有点太甚了。太甚了。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夸张，因为他会赋予，他会模仿各种各样的人物啊、性格，这个对你还好说，尤其在唱的方面，对他怎么设置难度，那都不算难度。为什么会熬个三四天？到底周燕经历了什么？咱们马上就看一看究竟。真不错，真不错，燕姐快坐。我跟您讲一下，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拍个什么东西？我们有，您要换个服装。您不是之前还是做过保洁吗？我们还是以这个身份，然后您扮演一下这个啊，您换一下服装。那一会儿有三个演员来给你搭戏。哦，好。对，他们会怎么跟你搭呢？我们第一环节是这样的，也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服务人，你的同行过来，要是拿一个挺重的东西，说，哎，燕姐，你过来帮个忙。哎，说，哎，就是你帮他扶一下。哦，对，我们这块是没有语言的，是有一个动势，对，有一个肢体。嗯，咱们第二部分呢是有一个客人来跟你对话，嗯，那客人来了就您就主动跟他说，他可能就看看你，嗯，啊，就给你一个表情。我们第三个环节呢是一个经理来，就表现你，哎，那个小燕今天干得不错啊，就表扬你一下，你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嗯，这是我应给的，对，这是我应该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亲爱的，那就燕儿姐过去换件衣服。行，换行行啊，那我帮你穿上。行，燕儿姐，那就辛苦你了。哦，我去换衣服。辛苦你了，好好好。那咱们各部门注意一下，咱们就是把机位调一下哈。太帅了，燕儿姐，我跟你说，走一下位置啊。哦。咱们那个摄像老师也听一下啊，我一会儿机位分一下。咱们从这个位置，从这儿先擦这个，嗯，从这儿，这个时候你可能那个差不多，他们就是进来跟你搭话了。刚才那感觉就挺好的。好，嗯，对，好，然后就这样吧。对对对对对，行，好，这样对吧？啊，对，然后这燕姐是这样的。好好，咱们家这个会所的那个老板就是比较精致，所以他的东西都卖点。对对对，就稍微轻一点，注意点就是。不过他确实脏。啊，是不是啊？你看看。二一，开始。哎，燕姐，你来帮我扶一下来。哦，好，哎。哦，好，哎。哎。经理，没有，我就过来了呀。经理，那个怎么摔了这个？怎么弄这个？啊？多少钱呢？不到三万吧，两万吧。不是，咱们不都合作吗？不说。这个别那个了，两万多就我赔吧。别啊！不，没事。你这样，这你不是说？这样。今天反正都是我来你家录节目，来燕姐是我的客人。是啊，曹哥说了吗？我是导演，我应该承担这个事儿。然后这样，曹哥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我给你打个电话。我这事跟你没关系，我知道小哥，要不然就是你在这今天值班也不太好。是。咱们先这样，咱们片儿继续拍。
燕姐，你没伤啊，是不是？我没事啊，说燕姐没事。行吧，我先回来了。休息一下吧，燕姐。啊，没事，燕姐来。你化妆好就行，没事。咱们导演收拾一下，副导演收拾一下呗。收拾一下。你知不知道，我这练了多久，我没有笑场，我多么 hold 不住。是不是其实那个美了，我都过来多长时间了，走了。哎呀，你说人听听。我们这那跑过来多长时间，他就都才走。没事，他。你好，哥。你好。刚才说他们已经谈好了。是，没下了吧？没事。或者刚才已经跟他那个谈好了，然后刚才那个给曹哥什么打电话了，好像，然后聊这事儿。没扎着什么的吧？没事，一盘子，然后刚才跟他们那台，别害怕就行，我给你倒点水。没事。我叫那谁。不是，你要一个赔多少钱？我刚才我是说了。我刚才都那什么了，都谈完了，其实没什么那什么，我先去让他们给倒点水。服务员，小叶。小霞。他也说那服务员也不看着点儿了。不好意思，都是我的错。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这就。不是我过来了，怎么转脸还是倒了？可能我也用劲儿了，他就。行吧，那您先在这儿休息着。好，我去那边看看他们那，行吧？好，不好意思啊。没事，走了。没事，刚才擦扎着他们，扎没呗，好几万，你擦了，好几万怎么办？哎，坐着。好了。没事吧？没事。都他妈没。谁敢擦完？我不敢擦。你跑我这儿干这个来了，不能这样啊！啊，我跟他说。再一次回到拍摄现场，周燕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刚才可真是被吓得不轻啊！接下来摄制组会不会心慈手软放过周燕了呢？拿一个东西把那块给我填上，不好看。还拿？什么拿呀？你看看，快！再给我拿一个东西啊！曹哥那边我跟他拿好标，我跟他说啊，对，我跟他讲讲，没事，我们这边就全搞定啊，没事。姐姐拿这个，燕姐，那我不敢发。没事，就是一切咱们都以这个把片拍好为准啊，行吧？行，然后一会儿有什么事叫我吧。行，好了，对不住了，兄弟。啊，你。没事，姐姐。对，你要调整状态，咱们拿出咱们的专业的范儿来，对不对？咱们专业的水平了，来，第二条啊，3、2、1，走。看得出来，这一次拍摄，周燕变得格外小心。但即便你再怎么小心，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要阻止新校邻里意外的发生，可是不容易的呀。嘿嘿，周燕，这一次你可要留神了。哎，燕姐，你帮我扶一下呗。好嘞。哎，来。不对，它里面有东西。那怎么了又？你们家库房里面有吃养宠物的什么的吗？这库房里面，刚才从伸出一个棍儿。啊？刚才从这伸出一个棍儿。这里没东西不可能，我们这里边。不。什么东西啊？这里面是什么地方？是库房？不，这等会儿您咱们别那什么，这里是放那什么的，放我们那精油什么的。推背开背那精油，
你先等会，这瓶子怎么又碎了？这个不，他一个故意要把这个瓶子给裸过去了，这样的。这不，我是确实是亲眼见的。这是我们拍卖回来的。不行，这是拍卖回来的，十万，十万。对呀，你说实话，你就没觉得那根棍是自己花眼的，是自己晃的吗？绝对，我是眼。我就感觉，哎，我去抬那个东西，我是他是不会又得倒？我所以转脸，哎，我一看看有根棍。这个时候你觉得是有人就是在故意陷害你，还是你觉得可能里面在不小心干什么把他刮倒了？我当时就想到，是不是他们就揪住这次做节目，故意把这个贵重的东西让节目砸了，他们让节目啊意识到了，意识到了，这是第二次。他觉得有可能是茶楼在讹人，这是一个现象，是不是？对，我当时老想问那个谁来，那个主持人，我说你找小黑，这是你什么朋友啊？他老坑你，我说他都没有意识到，他都没有意识到是我们节目组在坑他，你太善良了。所以我觉得他是。第一个盘子的时候，他绝对是他以为是真的。他真不知道。我觉得正月最可贵的是他说出来这个盘子我赔。啊，真的，你能站出来？我当时那个两万我还行吧，我凑点也行。啊，但他一说那个第二个十万，我想我不吱声。我不吱声了，我就开不起了。我永远也不戴帽，首页看着那个花。你闯荡江湖也多少年了哈，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怎么办？这个也能站出来是吗？你说是我？对，咱们说是你遇到这种情况。那我觉得我比他更理智一些，我想为什么我走了几步了他才倒？对呀，你会先对，你会先跟他说，他是我都问清楚了，为什么我走了好几步才倒？那也有可能啊，这个盘子它是晃两下才倒的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周燕的，我可以看出周燕的品质了，是吧？首先绝对是这个我挺女汉子的，是不是？对对 对。不过我很高兴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向大家证明了，我太爷们儿。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咱们继续关注啊！好，赶紧看一下。这拍卖回来的十万。这刚才的，我没跟你闹，真没跟你闹。哥们儿，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不是，那个镜头里面你放看，绝对是镜头里面有，有镜头里面应该。不是，我不管这个，你们愿意回去看，回去看。你这个就是我们老板那什么的，你我肯定没工作，肯定的这是。你看我都没看见，你说你怎么也不盯着点儿，你知道？这刚才那块儿，我们都说我们剧组来承担，就肯定没有问题。那现在这个。这个是我们赔，没不是，这么说多伤和，但是我问领导的话，领导肯定会问我这个东西多少钱。咱别拍了，你能回吧？你老板不是一时半会回不来吗？你们要走了，那我怎么办？现在咱就说。别抓二条，行。那打电话给你，先不是说这个，给赵玉，你说。我们都请，第二点是，我知道，主持人，我知道，我很小心。第二次又发生这样的事儿，你说我们心里能不堵得慌吗？我心里也很。你就是刚进来，我都觉得好郁闷，我现在我都不知道，现在一共这些钱，我的单位应该怎么承担？会不会让我个人？而且这东西他说是十万，我就得十万吗？拿去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现在就你给我一个态度。我不是逼你，是现在你们告诉我应该怎么办。行，咱别再啰嗦，这个节目只能不拍了。这个事儿我先这么跟你说，你说十万，剩下的你们付。我这不是我，不是我。咱别说了就好，最多最多给你掏五千，然后我们就不录了，行吗？就这样，多少钱？五千，最多的。这先别讲了，别，别，哎，你们经纪人就老着急，咱艺人在这还没说啥呢。我身边有很多艺人朋友，什么的都有。对，就我现在不管这事儿怎么回事，你们先让我把。别说了行吗？钱我给你点，我马上走。5000块钱最多了，好吗？10万拿5000，那就那么多了。一会儿等曹哥来了，咱看看，行不行？别录了，节目，你给我把钱给我，你来，我今天来，等会儿，那个，你们先停了，别拍了。那个，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5000块钱，你们看了啊？我现在手里拿着5000块，你们都作证啊。那个晚上找个好点地方，5000块钱吃顿饭够了。我
我觉得以后可以改名了，人家叫。采访你一下，第一次睡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什么状态？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没弄好。哦，第一次就是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对。然后当时你去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很忐忑？嗯，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大家能知道，燕儿姐真的太仗义了。我真的没想到他，我们刚才还在你在那屋的时候，我们还在布置戏，你知道吧？就真的没想到燕儿姐太有担当，她说这个钱我赔，不用你们管。掌声啊！这么好的嘉宾拿条，还拿回去拍电视剧，这样为了给燕儿姐，这家伙太不可能。对，你的经纪人也很坏啊，他跟我们串通一气。哦，啊，哎呦，吓人！啊，不管怎么样，这样燕儿姐，晚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我请你。在吃饭之前，喝个茶。对，喝个茶压压惊，谢谢，谢谢。我们看的是欢笑，但是看到了周燕这种有责任有担当的这种汉子的性格。没错，看到他的本质真的好可爱。对，谢谢，既善良又有担当。我有一个问题哈，整个我觉得周燕的表现非常好，那个棍儿已经那么明显了，为什么你不就不揪开他吗？明显就是个阴谋啊，你为什么还在那站着跟他们探讨赔偿的问题啊？我害怕，我老想把那个帘子给掀开，但是我害怕里面有什么东西咬我手，我不敢去掀。所以说你太可爱了，我老是觉得东西，我要是想伸进去，我刚才把我手咬住怎么办？赶紧把手抽回来。你看，这就是女性。太可爱了，心中那个柔软的地方啊！你是整个新笑凌有史以来最可爱的一个人。把掌声送给周燕。谢谢周燕，谢谢。压惊的方式光喝茶不行，那还要怎样？应该让周燕在这个现场呢，唱两嗓子，释放一下，这样才会把心中那个不满和委屈唱出来，对不对？这个情绪适合让人家唱歌吗？我觉得非常适合。掌声有请周燕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有请。有请周燕。灿烂的。反应和真实的表现和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真实的善良带给了我们一种真实的欢笑的话，接下来大成要完成的任务呢可能就有点难度。大成你自己来总结一下，你觉得你这个任务难还是觉得对周燕受的委屈多？
其实在后台的时候，导演就跟我说了，这次便宜我了。便宜你。他给我那个设定的这个没有多大的，应该说对我来说。还可以，是有难度的吧？我觉得是这样哈，可能周艳这个呢，心灵上的折磨比较重，但是大成这个呢，就显得比较琐碎，对，就需要很磨叨，也是心灵上的折磨。怎么呢？大成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不太善言辞的人，我所有的这种情绪啊、快乐呀、悲伤啊，都体现在歌声当中。对，你知道让一个内向的人、腼腆的人去真正的与人沟通交流，主动的去跟人搭讪，那是很难的一件事，也是一种折磨。那他可以变成小鸭子。他不一样的，他的天性早已经解放了嘛，对不对？我他在路上那跟我说的是，其实我看出来了，他那演的，我看出来了，真的。我真的刚才我看到周艳的时候，我说当他第二个瓶子的时候，他已经应该意识到了，但是他没有。要是我你能意识到？但是我这里面有两个角色我已经看出来了。真的。但是周艳但是我还配合着还继续演下去。真的吗？哎，我就看一看你们到底耍什么鬼花枪啊哈！来，看一看大成，他说已经意识到这里面有演员在演了，看一看我们这个演员的演技到底是什么样。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笑林，我是小黑。那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啊，他就是来自星光大道的歌手刘大成。Hello， 你好，你好，小黑，小黑，欢迎你，欢迎你。哎，你们节目太棒了，我真是看着你们节目长大的。哎，真是夸我吗，大成哥？我很喜欢你的歌，所以呢，我们今天任务给你安排的简单一点，你比较熟悉，因为你是明星嘛，经常会有很多粉丝找你签名，对吧？对。哎，那我们今天任务就跟签名有关。叫我签名，那简单呢？那哪能是叫你签名，是让你找别人给你签。别人给我签？对。我还真没。这个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找什么样的人给你签呢？你看这个。赵钱孙李是我们百家姓的四大姓氏，所以呢，你在路人中只要找到这四个姓氏的人，给我签了名，给你签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很简单。简单，我没干过的事呢，还。哎哎，你好你好，哎，能停一下吗？来，来来来来。刘大成。刘大成。你好你好。那个我们在征集一个公益性的活动。然后征集百家姓，你能给我您贵姓呢？我姓李。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能给我签个名吗？你给我签名，你签我背心上，就跟那个，你给我签一个吧啊，李。对。哎呦，太谢谢您了，那就让我完成第一个任务。我们是那个做一个公益性的活动。谢谢您，恭喜，祝你们在这里玩得愉快。您贵姓啊？姓刘。姓刘。您呢？都姓刘啊，咱一家子。家人。哎呀，我在做一个事儿，征集百家姓。征集刘的呢，我已经征集完了。现在姓赵钱孙李，您姓呢？有个姓傅，有个姓李的。哎，姓李的。您姓李，给我签个名好不好？行，就给我签个，我就赵钱孙李，我就是四个任务。哎呦，你姓李吗？对对对，写你的名字吧。让我写的好漂亮。你们是四川来的？我们是重庆的。重庆，哎呀，他在这多玩几天啊？好，李平。哎，谢谢您。哎。哎呀，太难了！又完成一个，很棒很棒。但是呢，我们都说了，您不能承认自己是谁呀，对不对？对呀，违规了啊！哎呀，哎，现在不是过去了一个背着东西的一个人，你可以去问问他。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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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你？啊？您贵姓啊？您贵姓？钱。姓钱。你给我签个名好不好？你这么有钱，签啥名？签个就签个你的名字，在我背心上，我留个纪念。来一次不容易，我不帮你喝酒，你帮我找人。赵钱孙李，这么几个人。我姓赵。你姓赵，那太好了，你给我签个名呗。签啥名？就签个姓赵，赵什么？赵在哪儿？你随便写赵。这是赵吗？这什么呀？
这是账吗？我姓钱。哎呦，我姓钱，姓钱。谁跟你说姓赵了？那姓钱的太好了，你。我跟你说，你太够朋友了。你跟我喝酒吧。你喝多了，赶快回家吧。啊！你能不能陪我喝点酒？我给你找个三轮好不好？我不要三轮，你能不能陪我喝酒？坐会儿，慢点，慢点。我麻烦问个事儿，我们再征集一个百家姓的这个四个姓，你们赵钱孙李姓这个姓的吗？哎呀，太好了，谢谢，终于找到姓赵的了。哎呀，这个您能给我签个名吗？可以。哎呀，那太好了，这个钱抄好了，就签字吧，就怎么写都行。赵。哎呀呀，哎呀，你赵凤霞。哎呀，我猜得准吗？谢谢！哎呀，这真是解忧，怎么行？你要多谢谢他呀，大成哥，多谢谢，说两句好听的，夸一夸他。那，没有，那是我哥，我叫刘二成。你好，你好，你贵姓？啊？我不是，我问你贵姓。你就是我们在征集一个百家姓的一个公益活动，你看现在有赵钱孙李，我这四个姓，还差一个姓赵，姓孙的，给我签个名就够了。喜欢写字吗？我喜欢写字。咱书法。临过谁的题？没临过。没临过碑。没有。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书法的最近的书法展。嗯。故宫刚刚做的我的展。是吗？对。哎呦，我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大成哥相信了，没想到后海碰到了个名人。名贵姓孙，名贵姓孙，哇！记住了，临字从欧体字临起，临欧体，不要临别的体。那你能不能你给我示范一下？行，我给你写啊。啊。说，一定要找到这种。言筋流骨的感觉，是，哎呦，真是，哎呦，真是你的风格。后面的欧体字的感觉惟妙惟肖，橙子要写出它的大气。哎呦，对，那以后我这个橙我就按照你这个写法。名字要写出它的周正。哦，这个哦，哎呀，珠圆玉润。哎呀，太棒了！兄弟，听我的，现在啊，也别多说，我的字儿啊，在中国的平尺来说，每平尺5000。你说这一块，一个字儿5000，三个字儿15000了。这么着吧，谁让你既然你写喜欢写字儿，咱算是以书会友，咱今天算是会友了。你给我10000吧，你给我10000吧。都给老实人逼成什么样了？但是我看出来了，第一个喝啤酒的是演员，是吧？一看他就神叨叨的，对。啊，第二个的时候，他那个我看刚开始的时候没看出来，后来才看出来。是你从哪儿看出来的？第一个那个啤酒哪有那样拿的？对，那个比较容易识破。那这个我觉得开始你们俩聊的还可以。啊，这个还没有看出来。后面你是绝对没有发现的。没有一点没有。所以你被后面那个给折磨到了，是不是？折磨的我真的我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啊，一盆冷水。哎呀，那还迫不及待啊。对啊，你也挺好奇的，是不是？对，我觉得哎，我看看他被折磨成能跟我一样吗？咱们赶紧一起来看看真正折磨到大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么着吧，谁让你既然你写喜欢写字儿，咱算是以书会友，咱今天算是会友了。你给我10000吧，你给我10000，因为每一个字都是我这么多年的积累。8000。8000。这么便宜啊？低过8000绝对不行，低过8000你给我撕了。好了，你太少，你给我撕了。你太少。
听我说，少也得两万。没有，我跟你说，我是从欧底子里拎起来的，我欧拎完欧三个字就8000块钱，太便宜了吧？最低最低了。我你知道不行，你不行不行，你知道我一首歌多少钱吗？你干嘛的我不管，我是写字儿的，你。飘向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先给钱再干杯。干一杯，听到了没有？嗯，干一杯，干完杯之后再喝酒。听到我。喝完酒再给钱。哎，8000，不行，离了8000不行。我一首歌，我一首歌就10万块钱。现在听我，我跟你说，林子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气运，不是为了你这点钱，为的是你把这点钱才能把这个事发扬光大。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呢？书法是美的象征，是在字，白字。哥，哥，跟你说什么来着？钱，8000。不好意思，8000。8000，哎，别乱走了，行不行？我8000说多少回了，别乱走。书法是黑与白之间，方寸之间的美，方寸之间的交流。你把这关好了。哎呀，我这什么人都有，哎，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哎，他是一个文人不假，但是我觉得他过于痴迷。大成哥，你签了几个呀？我签了赵、钱、孙、李都签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小黑郑重的宣布。我们的任务继续，继续。那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件 T 恤卖出去，以100元的价格，怎么样？这个谁要这签名啊？人家都不知道谁。这当然，这个衣服能不能卖掉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是，周边这个任务如果让你的话，你觉得这是一个容易的事还是难的事？就是100块钱把这个破衣服给它卖掉。我也很痛苦，很痛苦。对，其实我也不大爱说话，对。但是我觉得应他那个长项，一边唱歌一边卖，也许会好一点。那你要说认出大成的人吧，对，那就好卖了。你说不认识，不认识，这是神。对，但是他长得太，他辨识度太高了，你太对，我觉得好卖，太脸熟了。没错，我觉得还是不好卖，是吗？那我们看一看这大成这件100块钱的衣服到底卖没卖得出去呢？你得给人家展示，你说你这是模特啊，对不对？我不是模特，你谁有我这个模特长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跟他说，我这个身材都能穿，大家都可以穿。但是我觉得这，我就说这些人都是名人的，给我签名啊，我看看，能聊两句吗？啊。你看我这个，我身上我穿的全是名人的签名。你来到这个后海，你不想要个纪念品吗？哇，看你很熟，你能告诉我你是谁？我叫刘，我叫刘二成。啊、嗯，刘，我叫刘二成。啊、这个 T 恤非常，你看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大腕，你都不合适。你要是喜欢，你要觉得我还可以给你签一个，我可以签一个哈，刘二成，刘二成不值钱，刘二成不值钱，大成好像是时光大道走，那我再签一个刘大成的吧，我模仿他签一个，是刘大成都有了，你觉得这个 T 恤？能值100块钱吗？你跟他说他买的不是 T 恤，是文化。这是文化，这不是 T 恤了。那是刘大成就值了。你能给我100块钱能买走吗？我就这么一个。那行那行。这么一件衣服竟然都能这么快的找到买家，刘大成，你赶紧去买张彩票，运气实在是太好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你买衣服几次了？不要。昨天他就来的，他就欠我买的，我今天来还没有钱呢。那我愿意了，这也愿意，愿意上当吗？啊哈！恭喜大成哥，恭喜！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成哥在今天的活动中呢，他也有很多自己的心得体验。在这里想再说一句，有一首歌唱得好啊，叫做什么？这个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只要人与人之间多一分信任，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更快乐，对不对？那么大家都很开心。
开心。我们新笑林的宗旨呢，就是给所有的朋友带去开心，带去快乐。那么现在呢，我正式的宣布，我又要宣布了。你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环节，还有，没有没有没有，疯了这个球。好，那现在我正式宣布，本期新笑林欢乐团成功，耶！谢谢大成。而这个人与人之间沟通啊，交流啊，包括我们在与陌生人去搭讪，不叫搭讪哈、嗯，去沟通的时候，真的就是很简单，一个微笑，爆出一个真诚来，你回馈回来的肯定是那种真诚。给别人善意，别人也会给你善意。我们以前总是听两个人分开唱，从来没有听过两个人合唱过。那今天能不能在现场跟我们合唱一首？可以啊，可以吗？两个人研究一下，可以合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好。Qué bella cosa, rayo raro y sol, nadie espera tu buen beso. Era friso, pero ya no friso, qué bella cosa, ya no tu sol.本期的新笑林也马上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哈，这首歌的寓意特别的好，是新笑林就像一个太阳一样，用我们特有的欢乐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光芒。也谢谢两位今天在这里给我们带来像太阳一样的温暖和灿烂的笑容，好吗？希望你们的未来也在太阳的照射下越来越有光芒，好吧？谢谢两位，谢谢，谢谢，下周新笑林快乐再见。